这一次只想要嗨翻天。梁静茹、林俊杰、田馥甄、严爵、倪安东，全世界最棒的华语歌手都来了。现在起到3月27号，快上 hitradio.com 网站参加全球流行音乐金榜闯关答题活动，就有机会获得颁奖典礼入场券。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第一届颁奖典礼，绝对新态度。4月9日台北小巨蛋，我们不见不散。